有故事的 Baby Food 由神州专车冠名播出，专为妈妈定制的公众号博尔妈咪和母婴 APP 妈妈帮联合出品。中秋节，家里来了位小客人，开了。小家伙的爸爸妈妈要去看望朋友，临时拜托我照看他一个下午。这几行友几前座，喝茶赏月，话桑麻。以往这日子都会约几个好友来家里，不说举杯望月吧，至少也是相谈甚欢。自从有了宝宝，这种惬意似乎成了上辈子的事情。不如趁这俩小家伙睡觉了，来个惊喜，带着宝宝们过个不一样的中秋吧。身旁，原来是我衣领太高，感觉温暖，像你的手绕在我颈项，这一切都是凭空想象。说你喜欢月亮，马上我说我也喜欢。我离开的时候，碰巧是晚上，你手指天上说想我就看他。我这里半个月亮，你那里是不是也一样？月光照在我身上，像你的手掌捧在我的背上。虽然是半个月亮，爱你我像八月的月光，从不吝啬的拥抱你每一个晚上。晚上。